这么在盖在路，路冲哎，国旗就是三色这个吗？三色的，就这个吗？对啊，我看不到，但是应该是。哇，你们路真的很宽呢。三百号，这应该有那个十二线道。可是这么早就有城市规划了，因为这种你们是网状的嘛，放射的嘛，这个很早就要有想到哎。我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罗马线还是什么，反正俄罗斯也是老也是老城啊。伊斯兰莫斯科大概八百多米。哦，跟剑桥大学差不多。这是那个崴脚户在右边的。哇，好帅啊！好漂亮啊！嗯，从下面往上拍。往上拍。嗯。我截。很高啊。截图就好了。我就看他的官方网站会拍的比较好。俄罗斯还是靠石油天然气在赚钱吗？嗯，那就是靠资源的。嗯。真的看不太到什么英文哎。真的看不太到。这一个人迷路真的很可怕。我是不是应该抄一个地址，是我可以不用讲话就可以回到你家、你们住的地方那种？不然迷路了就尴尬。你还去过乱跑？没有，我只是 just in case。这个去去了。哎，我搞不好搭一次计程车，我都没有钱买东西。哇，真的很像芬兰的，就是那个雕像都是那种啊，青铜啊什么的。像我就分辨不出它是教堂还是大楼，这个。这看起来很像另外一种哥德式教堂，对对对。可是它到底是大楼还是？大楼。那边好分辨，就是圆顶的。这边看都是看什么样的节目比较多啊？这边没有，没有。想请问你们，OK， 好，没有像我们有综艺节目那种，比较严肃一点。对，就是那关掉好了。那就大门过来这边办个节目啊，模仿普丁跟什么的，戈巴契夫应该是，反正也是新闻的改版吧。哎，这边其实不像美国的。走在路上胖胖的很多，这边还好哎。对啊，就这边嘛。你看到胖胖的？胖胖的都去美国。啊？不是美国。都是赴美国。嗯。小姐不是生气，他跟我说，哎，我们这边都胖了，然后鼻子都有。
明明都是模特。对啊，我想说很佩服他们穿高跟鞋，因为他们今天要走路的机会。哦，对啊。嗯，而且都是石头路哎。嗯。嗯，对，然后就是他们穿高跟鞋，然后石头路哎。所以他们就是天生模特。对啊。难怪。可是听说乌克兰又是更高一层的，他们好像好像平均来讲，乌克兰是全世界得那个模特第一名最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海的这几个刚才乌克兰，他们是嗯，因为靠选美去那个赚钱。Алло, Андрюш, сейчас на народной едем, поэтому ты к 11 скажешь, чтобы нам приходил. Сейчас он будет. 就是那是学生，那是老师，那么年轻。这是菜鸟。啊？应该就是菜鸟吧。助理教授就对了。对对对。好可怜啊！他妈妈是郑教授。嗯。是吗？应该是吧。你妈怎么没有开补习班啊？哎、欸，这边没有补习班这种东西。这边没有补习班啊。那、果然是亚洲人才会办补习班。哎、俄罗斯在一次大战是赢的还是输的？第一次是输的，第二次是赢的。而且你说你们妈妈那辈都只有生一个两个，这个还蛮让我讶异的。嗯。就像台湾那个时候都是婴儿潮啊，我们妈妈那辈都是生很多的，可是这边就他说是一两个而已。他妈妈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还蛮特别的。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打仗打胜利，还是因为我觉得婴儿潮有些时候是为了要强大这些国家才是。这边看到体操表演吗？体操表演你们不是很有名？你也去看吗？哪边看得到啊？我要看他们练习的，看他们换衣服也可以啊。但是看人家换衣服会被抓起来啊，抓起来叫你也换也要换，那有什么问题？只要不要叫我赔钱就好，不要叫我坐牢就好了。对，如果这边不是自己煮的，其实上都很贵。嗯，对，现在是往市区开，还是要离开市区啊？还是没有所谓的市区？就是。市区好像就是。就是更中心的，我们现在在往更中心去呢，还是往？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在往中心去，还是？现在是不是圈圈吗？对，在圈，我们在圈的位置那个中心。等一下，哦，在现在有往外跑。OK。就是我们从南部到那个圈圈。你们分几圈啊？大概有四大圈。那这边是离中心第几圈？这个是离。第二个，第一个，到底第一个，很久没来了，什么来回嘞？搞不清楚自己的。就像我们去大陆开会，他们会说你们
来不是要说去，他们会很、哦、就是会有机会，很敏感的人会去听这个字。大陆跟中国大陆又不一样，看你要怎么讲啊，不要尽量不要讲中国，就很敏感。中国台湾来的人讲中国很敏感，跟你讲大陆跟讲中国大陆是 OK 的。啊，你也不要讲去中国，要讲来中国。哦，刚 Kano 完，现在是你控了，不知道我们 Olympus， Olympus 不是最近包很大。还蛮了不起，可以藏二十年。这边枪支是合法的吗？枪支 ？Gun。对啊。是合法的。就是可以申请啊。哦。但我那天有去看那个。原住民族传统领域与国家法制的会议啊，里面就有讨论到猎枪是前膛的还是后膛的差别，就是前膛的是塞火药这样，后膛的人是那个扳，就我不知道，就你们，我不知道你对那个枪的研究有多少，就是你们应该也是有两种，我是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没有等级，就是违法，对。就那个会议还蛮了不起，就是我那时候就有寄一些书给佳慧啊，就他的原论文跟那个有一些国际法，就还蛮多汉人的法官都还蛮对这块还蛮有兴趣有研究的。哦，是啊。所以那天听起来基本上，哦，每一个发言的都是义正言辞的，就是气氛是很热络，然后有一个妈妈就是会准备到一个条文，就知道针对什么去问，很用功，我只能这样讲。然后另外一个是南岛民族会议，就比较观光的东西，就讲的东西比较有些请什么电影导演来讲啊，所以我就是我十二月三号要帮那个不一样的月光那个导演在台大办一个电影的座谈会，跟之前那个林克孝那个书再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也在写企划，然后拉赞助啊，比如说你可能播一次，你在学校播的话播一次要10万块钱。那我们就是想要让学生可能比如说付100块，成年人付200，然后去再次去拉一些赞助，像拉弹性银行、拉卖登山用品店的那种去拉钱，然后尽量让这个费用可以抵消一点。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包电影院包场，比如说包真善美，就是包场就很便宜了，25,000而已啊。那你就是大家就是乖乖来付门票，可是你就在延长个一两个小时，有个电影座谈。就是省钱有省钱的好方法，就是比如说也蛮多学长姐，是比如说我们是登山社名义去办，很多学长姐是蛮有钱的，或者是你甚至可以直接用关系关说，像让校长就说这东西不用钱，因为毕竟林科校也是对台大贡献很多，如果你为了这个活动还要去收那个场地费，那也没多少钱，你就收了就是一个，而且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盈余的话要捐给是不是说什么基金会啊，然后是什么国小啊，就是你有想好那些名单怎么猜而已啊，对吧、啊、那他们不一样月光是11月26号上映，那我们办在12月3号也可以帮他做一些媒体的曝光，那也许他的宣传期可以再拉长，因为像这种片可能就2个礼拜就下档，如果你让他有这个感动东西声音出来的话，你可以再播长一点。对，我出国前都还在做这件事情，它只是我其中一件事情。你什么时候还可以休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你闭眼睛还是继续在想你所有的计划。他是自己在想，没有，我没有管他。就完全自动化。我在这边来做一个投影片啊，然后搞不好有几，因为我们礼拜日会有个叫山谷大会，是几百个人的会，我原本在那边报告啊，可是我现在在这边，我就请我朋友去报告，然后我可能。如果我在的话，不在的话，我可能用录影的方式播，然后我甚至我还蛮希望用 Skype 或 MSN 视讯一下，可是我就要看他们，比如说这边差4个小时嘛，所以他们如果是下午报告的话，可能就是这边的中午，可能就是礼拜六的中午吧。哎，礼拜六是结婚吗？不对啊，等一下。
他们是十三号的中午。感谢我们十三号。对。哦，是礼拜天啊。十三号礼拜天。礼拜天。那搞不好就可以试训一下。哎，你们是吃中午晚上？就是你们的。是工程师。这边的公证算是法院还是教堂还是法院？会有人戴那个帽子在那边敲锤子，干嘛？宣判你们那位？是这个意思吗？那你知不知道学俄罗斯文的？我愿意。他们不需要，就是 Do you want to marry？ 怎么要讲这什么？回答的方式应该也知道俄文了。OK。因为现在正常在不用不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证词，好吧 ？YouTube 上有啊。对啊，什么东西没有？那什么东西？好多雕像哦，好酷哦，好大一只哦。这是什么故事啊？这是一些人物啊，历史人物。俄罗斯有童话故事吗？大力士。像挪威有那种北海小英雄那种东西。大力士。他把莫斯科的山都搬走了，是他最厉害的贡献吗？哎，咱们有喝到酒了吗？酒，昨天有喝啤酒。啤酒啊？我们喝的是，呀，那是哪里的啤酒？这个啊，像捷克的。哦。捷克的啤酒，还有一点那个水果味道。那个一个圈在一个直的是 F 吗？那个一个圈在一个直，对啊，是 F。我看到咖啡都是这样写的。OK。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是咖啡厅啊。嗯。咖啡是 coffee。那 mocha 嘞 ？M O C K A 嘞？M O K K A。那个是什么意思 ？Mocha。昨天去喝啊，不是我说 M O C K A， 我刚好看到了，有吗？有啊 ，C K V C K B A 吧，那是莫斯科。对啊，怎么发啊 ？Moscow，Moscow，Moscow 啊，如果直接看直接翻回去叫 Mocha 吧。那 B 是念什么 ？V，V，OK。Okay。我只能说我们受英文影响太严重。就好像我去韩国，然后去那边念，就是看到很多字啊，就会想去念出来，对，学习。然后当下又学的蛮快，然后离开那里就很快就忘了，就没有那个，就是环境就没有 context 不见了。还好像上次拍丰年祭，拍婚礼有过热。这边就不会有过热的疑虑，马上帮你解降温。还蛮饿的，你没有吃早餐吗？你们在飞机上有吃早餐吗？哎，起床之后就没有了，我只有吃晚餐而已。有吃两餐，那一个是晚餐，有两餐，可是没有早餐啊。有啊，晚餐跟早餐，两次啊。有吃到两餐啊，是早餐跟晚餐，不对，晚餐跟 OK。那你们吃完差不多过后，就差不多只剩两个小时，然后就没有下餐。你是吃完又继续睡？我有睡，然后我有看电影，还没一部还没看完，我分三次看还没看完。
Ну да, жуть от любой любви. Ты так жутко жить. Вам дадут аммо. Первый испал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Мама, мама, ты мама换了三四个位置吧？对，他说他换了很多。对啊。回去不知道空不空哎、欸。因为我们坐那一班是买的。我回去那班吗？没有。你说没有华为吗？现场才画我之前不可能画，因为我没有他们的 information。可是现场也不用画了，就直接。information 啊，好像要护照那些。对，那些我没有。机票跟护照分开，基本上就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两个一定要一起。你连自己的护照 information 都没。对，我那个新护照号码我都还不知道。有啊，我当完兵第一次出国是去重庆那一次、啊。哎、欸，可爸爸、欸，那个什么卷的？是吧？嗯。那个华纳微秀也有。对。开始马上。这有肯德基吗？也有。有什么什么喂什么汉堡吗？汉堡王吗？没有，没有汉堡王。那个什么什么温尼汉堡什么的那个什么尼的。温尼是吗？不是那个温尼温尼还是什么？没有。温利汉堡，龙特利应该不会有吧？那应该不会有香鸡城吧？台湾都没有过。台湾都快没了。太台式。北京烤鸭。那是那个革命的。他们都很喜欢做动态的，就跟那个硫磺岛要插旗子是一样。对啊。在这边跨年都会去哪边跨、啊？跨年都会去哪边跨？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会把车子扔掉，大家都走来走去，还有放鞭炮。啊，烟火。因为那个工厂有一个大钟啊，那算是大家都参考它的时间为准。它会就是十二次的咚咚咚，哇，嗯，过年。就跟时代广场的意义是一样。今年那个变形金刚不是有来这边？来这边电影宣传第一站。你有换护照吗？换那个驾照吗？什么你？啊，妹妹有，弟弟有，弟弟有吧？啊，你当乘客就好了。当乘客也很累，因为也都不能睡，就是。对啊，对，那是一个折磨。对啊。陪聊天也是一个折磨。我不知道卡通播什么，在日本是小叮当吧？这边有没有一个典型的？其实还蛮累的，那个亢奋的元素已经快没了。对啊，刚好在练习学习。嗯，其实我想陪他去逛超市，哎，还是改天。他不知道去买酒。晚上，哎、欸，那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今天还要去拜一些他的证件，想说你们先休息，然后我们先去拜。哦，当然因为要写那个 server 的
是你做的那个你们公司除了 APP 还要做，我也要报告是不是、啊、我要报告是 OK 啊，没有不是报告，他问说你用什么 SQL 吗还是谁，就是 database 的部分哦，谁要问，妈妈在问啊，哦都有啊，我们 Android 跟 iOS 都有啊， SQLite 啊，不是 server 的Microsoft 的 server 啊，但是有一个是